用燃烧它会顺走。牛牛借我喝奶，喝奶奶哦。感谢你的奶，好喝。有啊，这次出门还不错。不对，960，往这里走。好，越过这座小山，我们就看到家啦。看到没有？前面就是我们的家。看到诡异的建筑物了。小兔兔们，你们再撑一下，我快可以来带你们走了。我本来想说把一个兔子命名吐司之后再改回布布就可以，结果不行，我要写信去说可不可以改个布布一样花色的兔子。应该检查一下有没有被抓到的猫。因为其实你看猫其实养很多了。好，我们一部分来种。还是要换另外一个田啊。另外种好了，1、2、3、4、5，你煮汤的，这为例呢？你煮汤面，我不吃汤面的呢。你本来煮给谁吃的啦？一定不是煮给我吃的。你原本煮给谁吃的？你老实讲。哎，啊！你看，你每次都不问清楚就煮，煮了之后又没一堆人要吃。一大堆，然后人家都吃饱了，然后才问我要不要吃。
阿维力炸酱面，我又不吃汤面的。还跟我讲说勉强一点吃一些，哎。我也不行啊，不是它的炸酱就是有点辣还是呛的那种，你要做成汤的话，你喉咙会一定会受不了啊。他就喜不知道为什么老一辈就喜欢，你知道怎么讲？都喜欢做那种大杂烩，全部都拉在一起。每次都是为了维力炸酱面跟我吵架哦。你看，每次都是我自己买维力炸酱，然后就说我要先洗澡，然后又问我说，不然他帮我煮，我说好，我说我要干的哦，就又煮成汤的，然后又被我凶被我骂，然后每次都讲说阿伯会记的啊什么之类的哦。做这么拿那么多床要干嘛？有啊，那个谁，我们之前我们之前就有那个啊，就是分派嘛，像什么红茶跟绿茶选一个啊，然后再就是什么维力汤跟干啊选一个啊，叫二选一，选到后面就是大家这个你怎么吃得下去那邪教欸，这样子。
邪教战争就这么展开了。汤的油味很重要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真的就是不行啊。他都已经说是干大干面了，你还硬要吃成那个汤面。哎、欸，我原本上面是放啥？要干嘛？哎、欸，哦，这边有一个漏斗啦，然后我把人家的漏斗拆掉啦，来放回来，放回来。啊，好了好了。我先去牵两头羊回来了，牵羊回家。我记得羊这边有啊，啊羊嘞，而且是一只，一只要怎么生哦？另外一只，来，而且怎么一大堆人？那时候在玩空岛，不啊，船长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繁星为什么都不用跑步的啊？”我说：“我明明就有跑。”来，上来。等我一下下。刚说要盖什么？仙人掌机。
肥料嘛，肥料的话，好像从第一次玩就已经在说没有跑了，就一大堆啊！为什么不跑步？有，我有跑。甘蔗，欸，等我一下哦，储存，单人。这个看一下怎么盖啊？这个应该是甘蔗塔的吧？那我怎么红石没连起来啊？这样吗？对啊，我当时怎么连的？观察。对啊，观察者现在不会看这个了吗？好吵，抱歉，音效，看一下哦。上面活塞不是啊，我当时就不可能这样子。你看，观察者看到，你真的是啊，是这个啦，白痴哦，这个没有碰到啦，这样子啦。可是不能这样盖，所以我旁边要围一圈漏斗，是要这样子踩个头啊，等一下，漏斗，这样。
这样。像甘蔗会卡在里面呢。这样子嘞，红石是要连到右边的活塞吗？没有啦，就是观察者后面这个，刚刚是这样没有连到啦，懂吗？这样子，因为。他这边没有推到啊，要像这样子才可以用。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是靠这个活塞在让这个，就是活塞一直动一动一动，然后这个观察者就是因为会侦测这个活塞在动，所以现在不是甘蔗长高，所以你看哦，甘蔗长高，它红石没有闪。哎、欸，有啦，有闪啦，对不起。所以其实，那现因为怎么说？因为现在这个长太快了，但是它不会长到第三格高，所以要赶快强制把它推下去，这样子。可是。都会有一两个卡在旁边呢，然后会影响到这个啊。可是如果盖在那个刚刚的生存里面的话，又很就怕太吵啊。因为其实以前的做法就是观察者在第三格嘛，然后活塞在第二格，所以当长到第三格的时候，就推活塞往前。可是，一往前的话，它上面这一个就会那个第二层推掉，第三层的甘蔗会往下掉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效率不是很好。那接下来白木就是，你看我看甘蔗一直掉来掉去，掉在这边。你看我身上11哦，这个11、13、欸，其实好像还好、欸，才两个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盖这个吧。盖这个的话，效率也快，然后，嘿，对，好啦，反正当时说需要很多铁，就是因为我们要很多东西都要用漏斗接选项音乐。只是我们的甘蔗塔盖远一点好了，不然好吵啊！就这里啊，要三个火塞哦，三个火塞，火塞要鹅卵石，我下面鹅卵石啊，来去挖鹅卵石，你又在这边挡我路是不是？啊，我还没坐楼梯，鹅卵石。
高铁木材，铁木材，还有红石。等一下哦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然后这里吧，这里吧，然后这里吧，没事。再来，我们要做漏斗，很大量的漏斗。木头，啊，还有观察，怎么做？鹅卵石、青金石、鹅卵石，不是啊，石英，一二三，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啦。这样子，然后动力铁轨，控制杆，好，应该是这样子了。咦，啊，我的水桶嘞？我的水桶呢？奇怪，我刚刚不是那边倒了一桶水之后，他的水桶不见了。不会放里面了吧？傻眼。好了，啊，小银甲。安安，你在打什么？看不懂，不好意思。
对。不急，这样过不补习，这样过来。好，校园拜拜。哎呀呢！再来是围，围漏斗。看一下怎么围哦。漏斗摆这边。围的话，张的玉米浓汤有鸡肉丝，我没有在吃胡须张，也不听说很贵吗？哦，还需要观察者，那句话死因了。走错了。我是放错位置了。我放错位置了。冲到的火把。